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经本137面第七行看起，这个注解的第四段，不知观空，一随境转，升天之后决定堕落，金刚般若就是教给我们怎样观空。所谓空啊，就是指的事实真相。一般初学的人，初听到空字，往往心里面生起恐怖，这一空了那怎么办啊？有个恐怖的感触。如果要是给你说明宇宙人生的真相，你就不至于有恐怖的这个感想了。空就是宇宙人生的真相。这个意思前面我们已经讲得很多了。观是观念，要把我们错误的观念纠正过来。什么是错误的观念呢？以为一切法都是有，这个观念错误的。一切法确确实实没有。那么可是这一切法的现象明明摆在我们面前，怎么可以说它没有呢？佛在经上告诉我们，这个有不是真的有，叫幻有、假有、妙有，是这些名相，它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有啊，不是真的。所谓如梦幻泡影，啊，不是真的有。那么由此可知，这个空啊，不能当作空无讲，啊，这空什么都没有了。这个不是佛经上讲的空义，佛经上讲这个空义是相由性空，是这个意思。似有理空，说的是这个意思。所以一切相是幻象，刹那不停地在变化，因此决定不能够执着。那么你要不知道这一切法
有而非有，你一定呢就起执着，在心里面稍稍有一点执着，你就被境界转了，你就不自在了。我们现在讲呢，你受环境的影响，受环境的影响，凡是会受环境影响的，一定是凡夫。圣人已经不受环境影响了，不要说大乘的圣人，小乘的圣人呢，都不受环境的影响。我们在本经里面念过，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这是小乘人，他们都不受环境影响。那么由此可知，修行如果想正果，诸位要知道，正果这桩事情很重要，不正果不得受用，一定要正果啊！正果是我们修行的目的。那么如果要正果，一定要离相，离相者心里面不能执着一切法相，法相非法相都不能够执着，这就是此地所讲的观空，不会被外面境界所转。升天之后决定堕落，这是讲你修行修得不错，无戒十善，四无量心，乃至于很好的禅定功夫，升天。升天之后一定会堕落，因为天最高了，未必天更高的，天赋享完了，寿命充了，那到哪里去投胎，到哪里去轮回了，就往下面去了，它上头没有了。我们人修得好，上面还有一层，亏到天上去，天没有法子，就天赋享尽了啊，就要往下堕落，不能出力六道轮回。你要问他为什么不能出力呢？就是因为他不晓得一切法相是幻有，毛病出在这里啊！如果知道这一切法相都是幻有，有而非有，与一切法不执着了，他不是凡夫，他是圣人。凡跟圣的差别就在此地。入暗这是比喻，前面经文上说如人入暗则无所见，暗是无明，欲不见性比喻不见性，欲此人道眼未开，无明未破，虽学大乘行布施，即是盲修必生重障。这一小段我们实在是要注意，可能
就是我们现前犯的毛病。虽有这个毛病，自己不知道，自己还以为学佛学得不错了，到后来学佛得不到结果，他也找不到他什么地方出了差错，他不晓得。出了差错就是没有见性，见性谈何容易啊。但是这个地方一句实在给我们很大的启示，那就是要想见性，一定要把真性里面的障碍去掉，我们的心性才能现前。什么东西障碍了我们心性呢？见思、尘沙、无明，这是经上所讲的三种烦恼。由此可知，修行没有别的，断烦恼而已。从哪里断起呢？从最初最明显的烦恼先断起。最初的烦恼叫见思烦恼，这个是两大类。见是见解上的错误，思是思想上的错误。你看佛教给我们修学的总纲领，那个名字叫观心，观改变我们错误的见解思想，行是改变我们生活上错误的行为。以什么标准呢？经典。以经典修正我们思想见性，以戒律修正我们生活行为。行依戒律，知见依经论，经律论它的作用帮助我们改正错误。如果只是研究经教，不能改变我们错误的观念，这个没用处。如果懂只管修行而不能断烦恼，这个修持也没有用处。烦恼从哪里断起？也要从最重的下手。假如我们的贪心重，先断贪心；我们的嗔恚心重，就先断嗔心。每一个人烦恼习气不相同啊，自己要好好的反省反省啊，哪一个毛病最重，先对付对付它。最重的毛病转过来了，那么其他的比较轻一点的很容易转，就
就像治病一样啊，一定要那个首先要治疗啊要命的那个重病啊，对于性命呢还不太相关的那个小毛病啊可以慢慢来啊，这个致命的那个疾病呢一定要首先来治疗它，道理是相同的。道言未开，破无明对我们来讲难，那是真的不容易。开道眼呢比破无明容易太多啊，所以道眼开了啊，你可以说是正知正见。我们学佛的同修也常讲，我们是正信的佛教徒。什么叫正信啊？道眼开了就正信，不迷信，不再迷信了，道眼开了，正信。所以道眼，简单的说，有能力辨别邪正。现在这个社会上很乱了，佛门里面也很乱，可以说是任何一个团体，佛门里面乱，其他宗教里面内部都乱了，有真的有假的，有邪有正的，你能够一眼就看清楚看明白了，这是道眼啊。换句话说，有能力辨别真假邪正是非善恶利害，你有这种能力辨别，你就道眼开了。如果没有能力辨别怎么办呢？要依靠老师，就如同啊小孩没有能力辨别是非利害，他怎么办？依靠父母，不能离开父母，父母保护他了，离开父母他就非常危险啊，可能就要遭遇到致命的灾难，一定不能离开父母，必须等他长大成人，有了经验阅历了，这他才可以离开父母啊，可以独立了。我们学佛也佛如是，道言未开要依靠老师，决定不能离开老师，离开老师不会有成就的。在老师的麾下慢慢的去培养啊，这个培养就是修戒修定修慧，戒定慧有了相当的基础，功夫能得力，这个时候老师就叫你出去参学了。那个老师叫你出去参学，标准在哪里呢？你有了道眼了，你能够辨别是非了，老师就叫你出去参学，成就你的定慧。你出去参学，这个意思就是说明，除了老师之外，一切人、
一切事、一切无，你都可以接触。这个接触对你呀，决定不会有伤害，成就你的定慧。你接触的时候，像《金刚经》，世尊呢，教给须菩提，实在讲就是教给我们大家。不取于相，如如不动，那怎么会受害？外不着相，内不动心，这你定功成就，不会被外面境界所转，不被境转呢，你就有能力转境界。楞严经上说得很好，若能转境则同如来啊，跟佛菩萨没有两样。佛菩萨转境界不为境界所转，我们要有本事转境界。那么这个就是要开导眼。刚才说了，没有这个能力，依靠老师，依靠哪一个老师？现在我们遇不到善知识，我过去给大家传授三皈依的时候，曾经给你介绍了一位好老师，你要记住啊，哪一个老师呢？阿弥陀佛啊！这一阿弥陀佛绝对不会错啊！啊，阿弥陀佛是光中极尊，佛中之王，那哪里会错？阿弥陀佛在哪里呢？啊，供一尊阿弥陀佛的像不行啊！那个像不能保佑我们呐、阿弥陀佛要教导我们呢，天天跟我们说法才行啊。大乘无量寿经就是阿弥陀佛啊。我们这一生当中，在道言未开的时候，专一无量寿经。佛在经上教给我们哪些事情不能做的，我们就不做；哪些事情应当要做的，我们就去做。依教奉行呢，这个就是依靠老师。别人讲的，我这个经上没有讲，我依我这个经。我不依别的经，我专门跟阿弥陀佛学，这个样的学法，纵然道言未开呀、也能往生极乐世界。生到西西方极乐世界，在这个回向记里头曾经念到。花开见佛无生啊！一到西方极乐世界，道眼就开，就能够分破无明。如果道眼没开，无明没破，换句话说，就以佛法而论，哪是真的佛法，哪个是假的佛法，哪个是正佛法，哪个是邪佛法，你都搞不清楚。你把假佛邪法当作正法，你去修布施供养，
盲修下练的，不但功德没有，福德也没有，不但福德也没有，恐怕还有过失。这个是不能不谨慎，不能不明了。我们看幕后这一段，当知学佛，若道眼未开，势必处处杂于情境。我想这一句话根本用不着解释，每一位同学都应该有很深的体会。无论是在家学佛、出家学佛，念念都有私心，念念都有情执，这就是道眼未开。他学佛不但佛没学得好啊，可能还要障碍别人学佛啊，别人在学佛，他在那里搅和，他在那里捣乱呢、啊。那么，这个就是忤逆罪里头破红火尘，这个果报很重啊。他自己晓不晓得？自己不晓得，以为他的看法、想法、做法都是对的，他自己不知道啊。为什么不知道呢？道眼未开呀。其他的人姑且不论，最重要的是要常常自己检点反省，我们处事待人接物是不是杂于情境。如果有这个东西，要知道这是大病，这是病根，必须要拔除。用什么方法拔除呢？金刚般若。如何拔法呢？离一切相，经常讲的应无所住，真正修行人必须是一切时一切处一切境缘之中，境是物质环境，缘是人事环境，我们面对的时候心要清净，一念不生，这个就是外不着相，内不动心，这里头不杂情见了，保持自己的清净心。如果杂于情见，这个底下说得好啊，
七淡六度行不好。六度不要说别的，刚才讲的布施，布施啊，你都修不好。布施种福田呢，你那个福种在哪里呢？你那个福种在大石头上，不会生长的呀。人家种福田是种在肥沃的泥土里头啊，它会生根，会茁壮，会发芽，会结果啊。你那个种子种在大石头上，种在沙土里面，不会生根的。这就是你对于福田根本就不认识。你布施修福都不可得了，何况其人？且必增长我慢，共高我慢。尽其贪嗔呢？尽是在那里竞争呢，竞赛、比赛。贪嗔痴慢，不但没有断掉，没有消掉，反而天天在增长，这就错了。我们自己修行一定要常常检点我们的功夫如何。实际上说，学佛的同学，这个早晚两堂功课就是做这功夫的。早课是提醒我们自己早课读这个经文就是听佛的教诲，我们这一天全部的生活活动不违背佛的教学，这个早课真正有意义了。晚课是反省，是忏悔做晚课想想今天一天有没有违背佛的教训。如果有违背没做到的，要改过自新。所以晚课是反省、检点、忏悔，早晚课要不是这样做法，那就毫无意义了早晨佛菩萨念了一遍经，早课念了，好像这个事情就交代过去了晚上再念一遍，你看我这个做学生不错两堂功课一堂也没缺其实有口无心做的是形式，是样子。这个形式样子既是盲修必生重障盲修是对于自己见解、思想、行持毫无帮助要用佛教术语来说，与观行毫不相关那功夫哪里得力呢？重障是怎么说法呢？我说出来就很不好听了。你看看，木头雕的佛像，画的佛像。做早课早晨骗他一次，晚课呢又骗他一次，一天骗两次，从初一到腊月三十
天天照片，你这个罪过重的话，重账啊！活人你要是骗他，还情有可原呢、啊。木头雕的泥塑的佛像，你都忍心去一天骗两次，你这个心，哎，哎，这不说也罢了。哎，可是这个事情还真有人这么做了，啊，我们再想想，我们是不是这样做法的？啊，这是很值得了，检点的。凡是贪嗔痴慢，还有要存一个恐惧的心。我的烦恼业障还这么重，我修行功夫不得了，必须要让自己这个烦恼习气呀，一年比一年轻了。哎，想想今年跟去年比呢，哎，今年轻了很多了。啊，这一个月跟上一个月比呀，哎，我这个烦恼习气少了好多，这是进步啊，这就是功夫得力了。功夫得力不得力了，是从这个地方说的，不是说我念多少遍经啊。啊，去年我这个无量寿经一天念一遍呢，今年我一天念两遍呢，一天念20遍也没用处。那古人不是讲吗？喊破喉咙也枉然，那有什么用处？啊，不在变数多啊。是在你功夫得力不得力了。什么叫得力的？是不是真的烦恼少了？烦恼少了，心清净了，智慧一定增长啊。也就是说，这个世间呢，明文利养五欲六尘呢，必定是一年比一年看得淡。这是你功夫进步，你看得淡了，渐渐的在这些静缘当中的时候都不动心了，心恢复到清净了，顺境也好，逆境也好，善人也好，恶人也好，他这个心里的波动没有从前那么高了，没有那么激动，心啊渐渐平了，这叫功夫啊，这个叫得力。起心动念呢，想自己的事情少了，起心动念呢会替别人想啊，会想一切众生啊，会想整个佛法，这个人就是道眼渐渐开，境界渐渐的好了啊，越转越好了。我们不可以不晓得，不能够继续的盲修瞎练啊。这个盲修瞎练，你看底下讲的啊，不但你这个贪嗔痴不能断，天天还在增长，反将佛法扰乱了，行得不伦不类，欺人一棒啊，叫别人看到你学佛怀疑，甚至于毁谤啊，让人家看到你学佛，就佛学佛很可怕了啊，这个佛法不能学，你学成这个样子。这是我们要时时刻刻记在心上，时时刻刻反省检点，改过自新，断恶修善。这是与佛法道理一无所尽，
岂止不能见性而已。这个见性谈不上，就是佛法所说的道理可以说是他完全无知。我们读经听经也能够明白一些道理，可是这些道理在我们生活当中呢用不上。为什么用不上呢？我们恶的习气太重了，已经养成一个习惯，听这个佛法的听得不错，觉得蛮有理，也很喜欢，听的时候心里头也很舒畅，出了大门之外忘掉了，就没有了。听的时候还像什么，出去就没有了。这是什么原因？不够深刻，所以它不产生力量。如何叫这个佛法的理呀，在我们心里真正起作用？那必须是有一段时间起而不舍，要把它入进去。这个才行。在美国，我遇到一些同学，他们学佛十几年了，学的情况呢，就跟此地讲的完全一样，真的是盲修瞎练，贪嗔痴慢天天增长。这个一年来啊，他们发心呢听录音带，把录音带所讲的一个字一个字啊把它写下来，这个神如了，写了个半年一年呢，毛病习气真的少了，对于世缘呢看淡了，入进去了，他得力了。这个就是他日夜在那里锲而不舍，细心的听，认真的在写，这才产生了效果。这个方法确实好。那么这部经已经由别人写出来了，我们写呢，行，他写是他的，他得利益了，你没有写，你得不到利益了。哪一个人写，哪个人得利益了？拿到别人的东西不行，自己不能得利益。现在这个用磁带写这个讲记的人啊不少，在台湾在中国在美国都很多，我常常收到他们的来信，告诉我他们在认真地在写，这个是现在用这个方法呢还能收有效果，听经不行啊，太难了，不要说是我们这个讲习不是一个长期的断断续续的，所谓一日破之十日寒之，要收效果非常困难，那么这就是十大愿望里头为什么有请佛住世，道理在此地，甚至是要不能常住在这个地方，天天给我们讲，
我们每一天来听经，每一天来熏习，熏习个20年、30年、40年，也许有个样子会转变一点。长时间的熏习，若不是长时间熏习，很难收效。但是我们看到古人，像《大藏经》里面的《高僧传》《居士传》，从前这些出家在家的修行人，他们往往啊，3年5载就开悟，就能够切入。为什么我们今天30年、50年都不行？这个是你没有看到从前人跟现在人修学的方式。从前的人修学真的是锲而不舍，寺院里面8个钟点讲经啊，每一天听8个钟点经啊，8个钟点修行啊，修行大致的方法不外乎参禅念佛。所以寺院里面如果没有禅堂，一定有念佛堂啊，总不外乎两种啊。如果是禅宗禅堂里面，一天听8个钟点经；禅堂里面去静坐8个钟点，一天16个小时。这样用功，比我们现在学校强多了。不但比学校，比军队读书深多了。军队也没有这么严格啊。一天16个小时，所以他有个3年5载的熏习成功。我们今天为什么不成功呢？一天24小时听2个钟点经，要打22个钟点的妄想，你说有什么指望呢？没有指望了。过去的人是一天16个小时用功，你要让他打妄想，他没有时间了，他太疲倦了，他要休息了啊。那8个小时还要休息，还要工作，还要吃饭啊，所以他的生活非常紧张，没有时间打妄想啊。啊，这就是现在人修行呢，怎么样也没有办法跟古人相比的原因之所在啊，不是我们现在人啊头脑不如古人的，不是啊，我们修学的方式跟古人比差得太远了啊，人家一天16个钟点用功，我们充其量2个钟点了，这个是怎么样都没法子啊。我在过去讲习当中说过，纵然我们今天一天能够用12个小时功，另外12个小时还是打妄想，那个功夫才一半一半的。要想克服50界来的妄想习气，不容易啊！所以古人呢，16个小时是正确的。那么现在我们已经没有这个机会了，找不到这种道场了，怎么办呢？如果你真正想用功，自己干。现在自己干，比古人自己干的缘要熟成。
古人那个时候是叫依众靠众，大众在一块共修，互相勉励。啊，一个人太困难了，没有人帮助啊。现在一个人行啊。啊，现在我们有电视，啊，有录像带，有录音带，我们用这个东西来帮忙。啊，我们家的一个小小的念佛堂，一个人修也好，两三个人共修也好，啊，这个念佛机打开的时候，得24小时佛号不中断的。跟古时候那个念佛堂就没有什么两样的，啊，那人家念佛堂人多，我们念佛堂人少，啊，可是佛号不中断。绕佛的时候出声念，直进的时候拜佛的时候不出声听佛号，或者心里头默念，这个法子好。今天这个时代，真正肯用功夫自修的人会有成就。幕后一句，这法为实之过如此，我等当痛戒之啊！啊，这就是和经文所说的：若菩萨心住于法而行不实，住就是心里执着，以为这个法是真的，是实有啊，啊，不知道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不知道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所以这种修行有这么重的过失啊，真的是盲修瞎练。再看底下这段经文啊，这是从另一面来看，与不住之功，啊，前面是住相的过失啊，住就是执着，执着的过失啊，那不执着，那功德就无量无边了。若菩萨心不住法而行不实，如人有目，日光明照，见种种色。请看注解。若能心不住法，就是前面讲的无实，因为一切法无实，它当然它就不住了，不会把一切法放在心上。这个意思同学们一定要明了，要很清楚啊，这个不住心里面很清净，一丝毫的忧虑没有，一丝毫的牵挂没有啊。为什么没有忧虑呢？忧虑是妄想。为什么没有牵挂呢？牵挂是执着，都是错误的，都是假的。世尊在经中明明地告诉我们，三心不可得，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三心不可得，能够忧虑牵挂的心不可得。你用什么用什么忧虑，用什么牵挂，用心呢？心不可得。
你所牵挂的那些事，因缘所生，当体皆空，了不可得。能所都不可得啊！佛叫你无助是真话，不是假话了。啊，实实在在这样才对呀！你不这么做，你就错了。虽然心不住于一切法，心里头什么也不牵挂了，啊，干干净净的，没有忧虑，没有牵挂了，而又情不舍。情是很努力啊，很勤奋的，啊，在干什么？在做布施。布施是广义的，啊，这个诸位同学要记住，这两个字包括了我们整个的生活范围，啊，是我们一生当中全部的生活行为。在此地用布施两个字所代表啊，这个生活行为怎么叫布施？我们的生活行为要如理如法，要规规矩矩，给一切世间人做一个好榜样，这就是布施。穿衣，我们穿衣是人家穿衣的好样子，这个就是布施啊。希望我们影响他们，不要被他们影响我们。你看现在外面些年轻人啊，穿那些衣服，那些图案画的，你仔细一看，妖魔鬼怪呀，啊！哎，我们看也去买一件穿的时候，我们被他转了，我们也变成妖魔鬼怪了。这我们看到这个，觉得不大对劲啊！所以我们在台湾呢，也设计了一套，全部是佛经上的句子，这个好。此地还做的有几件，有些同学们穿在身上，阿弥陀佛，这个好啊！人家一看念一句阿弥陀佛，你看善根种子就种下去了，啊，后面印的净念相继，啊，静定安乐是无量寿经上的句子。那么这个我们穿衣服就是布施啊，就是叫很多人种了善根的，啊，希望我们大家都能这样做，我们就能转移这个社会风气。不要看到这是小事情啊，不可思议的功德利益啊！社会风气慢慢好转的时候，这个地区人心安定啊，人心定了，社会就平安，大家都有福了啊！每一天去搞这些妖魔鬼怪不得了啊！你不要认为这个没有什么影响，影响很深很远啊，决定不是好事情。那么我们做这个带头的作用，希望大家要能响应啊，多设计一些好的图案啊，正面的，能够叫人看到的时候生欢喜心，提起
正念啊，这是我们应当要做的。慈悲的净宗学会啊，设计的这个T 恤也不错啊，不妨多设计几种啊，一种大家天天穿的这个好像老样子，不换换花样啊，还感觉到有点难过啊，多设计一些花样啊，对我们这个情绪可以能够调节啊，这样好啊，多设计我们来多定做的时候啊，甚至于我们也可以跟这个亲戚朋友认识的人啊借借缘，这个借缘好啊。费用很少，影响很深远啊，影响的层面很大啊。如果在新加坡能够有个一万两万人啊穿这种衣服的时候，对这个社会就会起很大的作用。那么这是说布施啊，点点滴滴都是诱导众生断恶修善，帮助众生破迷开悟，这个就是布施啊。所以它的范围啊非常之广，是其人道也明彻，空有双离，真为一文字般若，其观照般若，则由于佛日光辉之中，彻见如实空，如实不空，具足体相用三大之心，如佛所得也，其功德不可思议。这个地方所说的句句都是真实话啊！一个人果然心地清净啊，又能发心啊帮助别人啊，这个帮助别人，诸位真正懂这个意思，你坐在家里不动，你就帮助这个社会，你就帮助无量无边众生啊，你是一个家庭主妇，在家里面就完全做洒扫这些洗衣烧饭，也能影响这个社会，也能影响一切众生啊，念念当中点点滴滴都要跟社会大众做好样子啊。这个好样子里面一个原则就是破迷开悟，断恶修善，做这个样子，只要去做，自自然然，慢慢它就会影响，这个叫真修行啊！肯这么做法，一定是道眼开了，道眼不开，他不会这么做啊。道言未开呀，念念是自私自利，哪里肯做样子、做好样子给别人看啊？他没有这个念头啊，有这种念头，真肯这样做，这个人的确，他的思想见解跟一般人真的不一样啊！空有双离。利有是不着相，心地清净；利空呢，是要给众生做榜样。这是真正的以文字般若起观照般若，文字是经典呐。读了《金刚经》啊，他真的去做了，
关照是去做了，也就是经上讲的受持，受持就是依教奉行，佛教给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样去做，佛教给我们不执着，教给我们离一切相，我们真的就不执着，真的就离相啊。佛教给我们勤于布施，我们懂得这个意思，真正发心点点滴滴跟广大众生做样子啊，帮助众生破迷开悟，帮助众生离苦得乐，这就是空有两边不着了啊，这个就是受持金刚般若啊。由于佛日光辉之中啊，跟佛菩萨成愿再来没两样啊。佛菩萨成愿再来，在六道里面游戏神通啊，我们这个念头一转过来之后啊，我们的生活也是游戏神通啊，哪里都不执着，处处随缘呢，绝无派缘，你说那个生活多自在，充满了智慧，充满了慈悲，彻见如是空，如是不空啊，这个空不空是宇宙万有的真相，他彻底明白了，见到了，所以表现在生活之中，表现在行持之中啊，是具足体相用三大之性啊，体空寂，心里面一念不生啊，刚才讲了，忧虑牵挂舍得干干净净，这是与体相应的，又能行于布施，这是与相用相应的。行于布施一定现种种相，一定起种种作用，这样的生活跟诸佛菩萨无二无别，如佛所得，这个人的功德只有佛知道，本觉菩萨也不能透彻了解，当然他也没有办法说得出来，这是真实，决定不是假的。诸法布施尚且如人如案，这个法是佛法，这个意思就是世间法了他放下了，他不执着了，不放在心上了，他佛法很喜欢，把佛法放在心上也不行啊，那也是错的啊。为什么佛法也不能放在心上呢？佛在这个经上讲得很清楚，佛无有定法可说，佛无有法可说，佛都没有法了，你怎么可以把佛法放在心上呢？经上又说法上应舍，何况非法，那个法是佛法啊，为什么要舍呢？因为佛所说的一切法也是因缘生法，当体皆空，妙不可得，
这个告诉我们，佛法事法都要放下，你那个心才会干净啊。所以说是住于法布施，那个人还是如岸的啊，尚且如人如岸。然此住着根尘等净，而不行不施者，当入何等境界？真不堪设想一下。这个话我们简单的讲，那个人呢，天天忧虑啊，牵肠挂肚的事情啊，太多太多啊，样样放不下，又不肯布施啊，他的前途如何呢？这个姜维农注解里面讲的不堪设想啊，那个前途啊，在三途卧倒啊，没法子啊。住相肯布施，肯帮助别人啊，能够舍己为人住相，那个人才升天福啊，才能升天。住相不肯布施，不肯帮助人，他的后果决定在三途。为什么呢？他一定是贪嗔痴慢增长嘛，这个道理在此地嘛。贪心重，就感恶鬼道；嗔恚心重，则感地狱道；愚痴心重啊，感畜生道；我慢心重啊，感罗刹、修罗道。它变成这个，这些话不是随便说的。六道十法界都是自己心性这个心想变现出来的境界。你这个心天天想贪啊，贪名贪利，贪五欲六尘，那这是魔鬼道吗？魔鬼道从哪呢？是你自己贪心变现出来的境界，你自己去受用。什么样的心变什么样的境界？佛给我们讲，人道是五界下品十善变现出来的。我们前世五戒十善修得还不错，这一生得人生，得人生是果，得到人生这一生当中的享受受用，那是报。果跟报又不相同我们要果好报要好。那个报要好应该怎么办呢？一般呢，这个是浅学里面讲，那就是不除六道的断恶修善前世修善，你这一世报就好你的报啊就富贵健康长寿啊，就得这个报啊。前世如果没有修善造的恶业，那这一世那就是有贫穷，这个生活很困苦，会得这个报。
这是我们必须要晓得啊，真正明白这个道理，晓得事实真相，我们冷静想一想自己，处事待人接物，我们用的是什么心？我们所做的是善是恶，将来前途如何啊？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不必去问人了。再看底下这段经文啊，这是总结。须菩提，当来之时，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能于此经受持读诵，则为如来亦佛智慧，悉知是人，悉见是人，皆得成就无量无边功德。我在这个地方总结前面一段，无实无虚，立相不实，他所得的功德利益不可思议。经文里面说得很清楚，当来之时不是指佛陀在世的时候啊，当来痛知佛后，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那么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就是佛当年讲经所说的当来之时，意在辗转弘扬此经，不令断绝利益无尽也。佛法要弘扬，佛法要流通，才能够利益广大的一切众生。佛法决定没有自私自利，我们自己修行做大众的榜样，我们团体修行给其他团体做一个榜样。你看在三皈依里面，皈依僧众众尊，这句话什么意思？什么叫僧？僧是和合清净，六根清净，一尘不染，内心就是无住，就是此地讲的无实了。修六合净，那就是无虚啊，那就是身心啊。僧团是这个意思，无住身心啊，六根清净无住啊，修六合净的身心，无实无虚。六合净的团体，我们现在叫团体，古时候佛门叫众，众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团体，这个社会上
团体太多了，啊，人不能离开社会生存，大团体、小团体，大的团体国家，更大的团体联合国，大团体，小团体在家同修，最小的团体家庭，啊，家庭就是小团体，啊，没有办法离开团体生活的，尊师尊贵，这个僧团呢是所有一切团体里面最尊贵的。换一句话说，僧团是所有一切团体的好榜样。啊，他用什么跟人做榜样呢？个个人心清净，啊，大家和睦相处，六合敬相处。一个僧团的建立会影响别的团体，人家到那里一看，哎呀，这个团体会叫人生恭敬心，生羡慕心，他就会想到我们要向他学习。这就是布施啊，不必要教啊，做出来给你看。僧团可贵，真正是一个僧团，祝佛护念，龙天拥护啊！啊，那个护法神护持谁？护持真正的僧团。啊，如果我们心不清净，啊，跟别人不能相处，合不来，那就是不合活了。这个团体再多再大，啊，人再多，也不叫做僧团，啊，不可以称为僧团，啊，僧团一定是心地清净，修六合敬。啊，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要辗转弘扬。僧团里面就肩负这一个使命啊，承担这个责任啊。一个道场，诸位要想，不管是大小，住持就是承担责任的人啊，他的责任就是弘化一方。住持就像一个学校校长一样，他要负责任的。校长可以不讲经，可以不说话，可以不上课的，聘请教员。那个教员是不是真正善知识，这是校长的责任。聘请一个好的善知识，这一方众生都得利益。如果请的不是真善知识，那个校长要负责任的，校长要过失啊！啊，所以校长有权啊，这个教权呢，在他的手中，啊，教化众生的权在他手中。那么阿舍离就是教员，阿舍离是教员，啊，教员没有权。教员呢有能力，权跟能辨别清楚，他有能力替这个校长办事啊，校长所交代他的这个任务，他要认真把它完成啊。所以一个寺院就跟一个学校没有两样。实在诸位仔细去观察，我们中国丛林制度跟现在的学校没有两样。啊，住持校长，啊，首座教务管教务，啊，为诺管训导，啊，建院是总务。你看现在学校里说，他这个纲领之事，啊，有教务。
有训导，有总务，啊，我们佛门里面名称不一样，但是职务完全相同，啊，所以你仔细去观察，它是学校的组织，啊，所以要肩负弘法利生的使命。那么在一些法里面，不管是哪一宗、哪一派、哪一个法门，金刚经是通于一切宗派法门的，它讲的是修行的原理原则，大家如果一看，哎呀，这个金刚经是禅宗的，你看得太偏狭了，偏见狭小。金刚经的教义是通一切法门，不但是整个大乘法，你小乘法也包括在其中，前面经文我们读过，须陀洹不作是念，我得须陀洹果，那就是金刚经的意思啊，那就是无住身心的意思啊，可见的通晓成啊，那没有一法不通啊，不但通晓成啊，通世间法了，世间人要学会金刚经这个方法，在世间建大功立大业，这个一点都不假的，所以这个经典立业无有穷尽，世出世间一切法都不能离开金刚宝书。那么这一句一段经文里面关键的字眼就是受持，如果没有受持，其他什么都谈不上，受持两个字是关键的，受令那意趣即是解也，是慧，你要对于世尊在本经上讲的道理义理以及佛真正的用意，去就是佛的意思，佛讲这个经的意思，你真的能够透彻理解，真正明了，像这个开经偈讲的愿解如来真实义，你懂得如来真实义，这是思慧立相不实，无住身心，这是总纲领总原则，简单的讲，心离清净，一尘不染，念念为利益一切众生，要生这个心，决定不能有丝毫为自己的念头，我起心动念为一切众生，但是也为自己那个不行，那个刚才讲你得就夹杂，你夹杂就没有真智慧，有一点小智慧不是真智慧，真智慧呀，不能够夹杂，夹杂里面的智慧在我们佛法里叫视之变通，不能出流道，真智慧才能超越六道轮回，不能够超越六道轮回，视之变通，就是说他起心动念呢，
99%为众生，还有一分为自己，这都不行。五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没有破啊，丝毫都不为自己了，你的四相才破，破四相就出了三界。般若经上这种方法真的是巧妙，能我们看到小乘人证得须陀洹果之后，还要天上人间七次往来，才能断见思烦恼出三界。那个多难多苦啊，人间寿命短呢，天上寿命长。想想天人，哎，我们就会心灰意冷。忉利天，我们中国人叫他做玉皇大帝，就是基督教里面的上帝，忉利天主啊。忉利天的一天是我们人间100年啊，我们一个人呢，哎呦，活了100岁也庆祝，哎呦，那老人家长寿啊，忉利天人看到才一天啊。你说多可怜，再往上去看呢，那就更没有意思了。夜摩天的一天是我们人间200年，斗率天，弥勒菩萨住的地方，斗率天的一天是我们人间400年。我们人活了100岁，斗率天怎么一会儿就没有了？你想想看有什么意思？这是佛经上的话，如来是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决定不是假话。佛的这些话，科学家们相信。因为现在我们接触到这个外太空，知道这个外太空啊。每一个星球里面那个时差都不相同，所以这些众生呢，寿命不一样，长短不一样，现在在科学的理论上已经得到证明。人生苦短，生命太短了，太苦了，何必造业？想想的确是一点意思都没有，何必要去造业？持要如法修行，一定要遵守这个无住身心，念念为一切众生，不要去想自己，没有自己呀，那就成功了。自己还没有放下，换一句话说，轮回呀没有放下。自己要放下了，轮回就没有了。这个利益不知道有多大了。我们无量劫来呀，就是没有办法超越六道轮回。什么原因呢？就是那个念头啊，我的这个念头，执着念头啊，没有完全放下。刚才讲的是吧？99%为一切众生了，还有一分为自己就不行，你就脱不了六道轮回，彻底放下，一切为众生，不要害怕，我彻底放下了，那我明天日子怎么过啊？日子好过得很啊，
那想不到的好过啊，放不下是真难过，放下了就好过了。那么这是羞愧啊，又至持佛音不舍。至持两个字，我们在经上常看到，《弥陀经》上讲，至持名号。这就是全程肯定，决定遵守，永远不放弃，这是支持的意思。对什么法要这样支持呢？西方极乐世界，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心里什么都放下了，干干净净，只保留一个阿弥陀佛，其他的都不要，就要一个阿弥陀佛。佛为什么教给我们这样做法？诸位必须要知道，这个心干净，什么念什么都没有啊，不容易做到啊，做不到啊，他都不想东就想西，他不胡思乱想啊！佛知道众生这个毛病，用一个方法叫你执着，把其他的执着都打掉，这个方法就妙了。佛门里头，所谓法门无量啊，八万四千法门啊。多半的法门呢，都用这个原理，叫你执着一个，把其他的妄念打掉。你像宗门里面用的观心，后来变成参话头，教下教给你修止观，还不都是有执着？但是你要晓得。那些执着啊，执一舍一切，他不能往生啊，必须要用这个方法了，把见思烦恼断掉之后，你才能脱得了三界。唯独只持阿弥陀佛的名号，见思烦恼一品都不断了，他也能往生，这个便宜占大了啊，所以叫门与大道啊，不要断烦恼也能够往生的，用其他的方法可以说原理都是一样的啊，用一念止一切妄念，就是这么个道理。但是其他的方法不破见思烦恼，不能出三界，不能算成就，唯独净宗法门智持名号，一平烦恼不断，都能往生。你要问这是为什么？这是阿弥陀佛的本愿，佛的愿力。到临命终时，佛来接引。西方极乐世界在哪里？不要怀疑，不要问。有些人呢，破净土的，哪有什么西方极乐世界？你看看现在飞机从西面飞，飞几个钟点不又飞回来了，哪有西方啊？这我们听听不错，是蛮有道理啊，那就完了。你对这个镜头怀疑不相信，你这一生往生的机会就被人家破坏掉了啊！所以说根本不要理会现代人怎么说，你看看自古以来念佛往生的人有多少，人家都去了，我为什么不能去？决定不怀疑。必须要知道，妖魔鬼怪的手段很高明啊，
他们看到你念佛，看到你要脱离娑婆世界，要去做佛做菩萨，他又嫉妒又恐慌，想尽一切方法来阻扰你，来破坏你，让你去不成啊。这些年这个净宗啊在全世界红传的确是有进步，读经的人多，念佛的人多，可是魔也很厉害，障碍的手法的时候很强，很高明啊。过去有一个时期，有人说待业不能往生，查遍大藏经没有待业往生这四个字，那的确是引起世界性的震撼，许许多多的念佛人听了这个话，人家确实拿出证据来，大藏经上没有待业往生这四个字，引起一阵恐慌啊！在美国老居士当中，沈家珍居士很多人都闻名的，沈家珍居士都慌了。我到他请我到纽约去讲经，那个时候他70多岁了。自己驾车在机场迎接我，在车上就提出这个问题。我在洛杉矶碰到周宣德老居士，这在台湾非常有名的大德。他那个恐慌的程度超过沈家珍的，都被我碰到，来问我，法师。现在人家查遍大藏经都没有待业往生，我们这一生念阿弥陀佛都白念了。我看他那个语气神情沮丧悲哀可怜那个样子，唉，我叹了一口气呀，我说不去也罢。他看着他非常意外呀，你怎么说这个话？我笑着问他了，我说如果不待业，西方极乐世界有哪些人你晓不晓得？这是经上说的，西方世界那些人太多了，数不清啊。哎呀，如果不待业呀，西方极乐世界只有阿弥陀佛孤家寡人一个，你去干什么？我这样说还没听懂，还听不懂。他感觉到很茫然，看着我，我只好再给他解释。我问他，观音菩萨、大势至菩萨、文殊普贤，这都是往生极乐世界的。等觉菩萨还有一品生相无明没破，对不对？他说对。我说那是不是业？他才恍然大悟了，才明白了，等觉菩萨还待业，不待业的只有阿弥陀佛一个人啊。那文殊普贤都往生，都待业往生啊。经上没有待业往生四个字，但是有意思在。佛教给我们呢，一意不一语啊，这四义法里头讲的这么清楚，这么明白，这意是什么呢？西方世界有没有讲四土三辈九品？哎呦，这个经上都有的。如果要不待业的话，那四土三辈九品从哪来的？他这才明了了，才放下。我说老实念佛，决定往生。
那怎么学佛学了那么多年，被人家几句话就吓得那个样子，就被境界转了，很糟糕啊，很糟糕啊。现在呢又有新花样了，哎，有人讲啊，西方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是太阳神。哎，太阳往西边落下去吗？啊，太阳神。那么东方药师如来是早晨的太阳。早晨的太阳神。阿弥陀佛是下午的太阳神。太阳神就变成两个了，你们想想能不能想得通，讲得通呢？所以稍稍有一点头脑的人，一听这个话了，他那个把戏就揭穿了，那怎么会这么没有智慧呢？这个都是不明教理呀，啊，真的是盲修瞎练。啊，才会轻易被人家这几句话的时候就动摇了心啊，这是很可怜的一桩事情。所以我们要深切，啊，要坚持，啊，无论别人怎么说，啊，他是能够劝导他的就劝导他，不能劝导的就念阿弥陀佛。你无论你怎么说，我还是念我的阿弥陀佛求生净土。他一定问你为什么这样固执，因为我看到不少人念佛往生的，这没话说了。你修你的，我修我的，互不相干嘛。假如我修成功了，你没成功，将来我渡你。如果我这个是失败的不成功，你修成功了，到以后你来度，这两个交个好朋友也不错吧。读诵是文会，所以这是受持读诵文思修三会具足，三会具足。先言受持是明其已开缘起，受持刚才讲了是关键，他怎样肯接受，肯依教奉行，他要不是真的搞清楚了，真的搞明白了，他做不到，叫你一切放下，你决定放不下。为什么放不下？没搞清楚。我为什么要放下？没搞清楚。一定要把事实真相搞清楚。佛教给我们放下，他自己放下了。释迦牟尼佛事先给我们看，生在帝王之家，真的是贵为天子，富有四海，他统统放下了。别人要争，拼命去争，他得到了，舍弃，放下了。妻子儿女都放下了。所有的是财产也放下了，样样都放下了。他也学了不少法，印度的96种外道手他都学过了，他通通放下，法也放下了，世法出世法全部都放下了，做给我们看。不单单是口说，放下之后真实的功德利益表现在哪里？表现在49年讲经说法，
我们这个地球上有史以来中国外国哪一个人一生所说的东西能跟释迦牟尼佛比？没有一个。我们看看留下来的经典，无论看到哪一部，真的是充满了究竟圆满真实的智慧。你从这段体会释迦牟尼佛他的生活，他这个意思是什么？生活在究竟圆满智慧之中，这个是佛。那我反过来想想，我们生活在忧虑烦恼之中啊，他生活在智慧里面呢，你能想到这一层呢，那就了不起了。那这个佛我要学了，佛的生活是真正幸福美满啊！我们今天这个世间人常讲啊，真善美慧，佛才是真善美慧的生活啊，究竟幸福美满，人家是过这个日子。你要是见不到这个，你怎么肯真正发心去学佛？啊，你要是没有这个境界，《金刚经》一展开的时候，须菩提虽然称赞稀有世尊，你听了也莫名其妙，哪个地方稀有啊？没看出来呀。彼得自己有个几分相应了，哦，这个真有味道啊！我们没有看出来，他这个一句啊提醒了我们，我们看出味道出来。所以自己一定要真正看破放下，然后古圣先行，稍稍给我们提示，我们就会悟出。像我过去讲楞严经，我是学楞严，楞严大概讲了有至少有七遍，我都记不得，讲过很多遍。大势至圆通章的殊胜，那就是不懂啊，就这么含糊笼统就讲过去了，看不出他的什么特别殊胜处。印光大师的一点呢，我就觉悟啊，我没有见过印光大师，他怎么点醒我的呢？净土五经，净土五经呢，那个大势至菩萨圆通章，或在五经里是印光大师啊，净土原来只有三经啊，行愿品。是魏源居士列进去，他是清朝咸丰年间的，是魏源加进去的。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是印光法师加进去的。他把这个经一放在五经后面，那我再一想呢，哎，有道理，我才看出啊。这244个字不可思议，净土宗的心经，不但是净土宗的心经，是整个大藏的心经，比《般若心经》殊胜太多太多。这么回过头来一看，好，趣味无穷啊，就不一样。所以你要不真干，祖师怎么指点也是枉然，你也体会不到啊。心因受持啊，是说的移开缘结了。我们一般讲的是说他已经开悟了，心缘持一缘，
他解缘了，性就圆。于是他这个修行呢，他行也圆。这个持是讲他的行持，他在生活上圆满，世人生其佛之，对于佛的意思，他深深的体会，他明了，蒙佛加庇，世人功德为佛正知，这个人得佛的加持，佛的加持。在一般来讲，自己应该感受得到。业障能消。我过去年轻的时候身体不好，业障很重。最明显的口臭。我出家的时候，有一些同修都指出我，这个法师，你的口很臭。可是讲过几年经之后没有了，那些同学说，法师你修得不错呀，你的业障消了。还有说我耳朵里面有一块黑痣，大概有小手指这么大的面积，没有了，自己脱掉了。所以有许多是身体啊轻松，这个病痛没有。所以有很多地方啊，自己能够感受得到佛力加持。那在讲台上就更明显，许许多多的意思就自自然然浮现。这三宝加持的，你们这几天学这个弥陀经，你看我讲六方佛的了，那不是我想的，也不是我预备的，就在讲台上豁然就那么自然讲出来。讲出来之后，常怀法师就告诉我，法师你讲得不错，你有没有笔记？我说没有，那赶快写。讲完以后下台写，不是上台写出来，讲完以后写出来，这是佛力加持的。